所有成佛功德法悉以回思诸群生，愿令一切皆清净，道佛庄严自彼难，十方佛刹无有量，悉具无量大庄严，如是庄严不思议不可思，悉以庄严一果度。这以下有二十颂，二十颂都是回向，把佛的功德回向给众生，中间能回向者也包括我们大家在内，叫你依法而行，你是这个回向，在义理上呢，你虽然没有证入，在你的思想惯想上可以入世惯想的，把成佛这个过程的方法，这些个修功德这些法，把它回向给一些众生。怎么回向呢？因为我们读诵大乘经典的时候，把你读诵经的功德施给众生，就是法布施，以法布施给众生，就是本来自己得到的，那自己把自己所得到的不吝啬，把它供养给众生。但是这个心呢，得清净，愿力一切皆清净，清净了才能达到佛的彼难。咱们经常希望离苦得乐，苦呢就是此难，彼难就是庄严的佛国度，这个说的是自己成就的。像我们说念阿弥陀佛升极乐世界，那是他成就的，那是阿弥陀佛成就的。现在你自己入世回向，把这个诸佛的功德，把供诸佛所有的法义教授的意义都布施给众生，让众生都能悟入，让众生都能清净，让一切众生都能到庄严的彼难。在华严经上呢，不止专门是西方净道，十方佛刹无有量，无量的佛国道都是大庄严的。那庄严的境界相呢，是不可思议的，都是以各个佛的功德所立生的功德，在体上是平等的，在相上各个庄严，各个不同。同时你自己要把你自己回向这功德，回向给众生功德，你自己庄严，庄严你自己不可思议的国度，这个是在佛经，这个在义理当中的含外之意了。到十菩像十回向的菩萨，他也能够相似进入法界，相似进入了，所以他才能有这个智慧，有这种回向的道力。如来所有清净智，愿力净诵悉具足，犹如普贤真佛子，一切功德自庄严。如来所具足的清净的智慧，那发愿的菩萨、回向的菩萨，他把他回向，愿令一切众生都具足佛的清净智慧。犹如普贤真佛子，一切功德自庄严。是吧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形容着，
观想力啊，跟普贤菩萨一样的，做一个真正的佛子，那就把你所回向众生的功德，功德的所得的功德，回向功德所得的功德，以这个庄严庄严你自己的净土，自庄严，成就广大神通力，往一世界悉周遍，一切众生无有余，皆是修行菩萨道。到这十回向的菩萨，他有这个力量，他有这个神通力量，能够遍一佛一切的佛世界，周遍的意思也没有余余。所有这些个佛世界的众生，一切众生，都令他们修菩萨道。诸佛如来所开悟，十方无量众众生，一切皆令入普贤，具足修行最上行。如来所证得的，如来所开示悟入，中间嘛叫示入，没有说啊，就是开悟，就开示悟入，四种的善巧方便，开要让众生得知佛的诸量法门，赐给他真实意义，令他悟入，让他开悟进入十方无量的诸众生，让这些众生都能入普贤，行普贤行，发普贤的大愿，这就是具足了修行普贤的恒愿，具足修行最上行，这个行是普贤行啊。诸佛菩萨所成就种种差别诸功德，如是功德无有边，愿众众生悉圆满。诸佛菩萨所成就的，就是利益众生，所有的成就众生的就是功德，种种差别呢，就是随众生缘，能够开示悟入，使众生能够得道成佛，这个功德呀，无量无边，愿一切众生都能圆满。上头这些个赞颂，金光榜金光总菩萨赞颂这些偈颂，他的意思就是菩萨应该这样做，回向时候应该这样做，这样做是利他，利他，利他就利益众生，也含着自利了，利他即是自利。如果自利时候没有回向愿，仅仅是自利，就不能说利他了，因为有回向的大愿，就是自他两利，回向又有回向的功德呀，回向本身就是修行，就是最深的菩萨行，所应学处皆往学，说菩萨的利益众生处，让众生开智慧，让他知道，但是能够得到佛的这个义理的时候，都应到那儿去学，皆往学，所应学处，这是要处所说，要经典说呢，所有诸佛的教授，不论哪一位佛的教授，都应该亲近学。所以那菩萨一心遍十方国土，就是向一切诸佛学法，
这得有神通啊，得有三昧力啊。嗯，对，这个三昧力呢是实现的，实现一切大神通，普以十方诸国度。这是由自己自在了，这得有自在啊。没自在有这个神通力吗？是具足了自在力，具足自在力了，才到一处学处去学，也能示现给众生见，让众生做榜样，示现大神通，普益十方诸国度。菩萨能与一念情尽等众生无数佛，菩萨在这一念现前，这一念一作意，让你这思想这么一想，近呢就是亲近的意思，这个近呢是尊敬的意思，也朝礼祝福的意思。嗯，一念情能够离好多佛呢，众生有好多，佛就有好多。嗯，因为这大菩萨呀，他尽等是一切众生，不是为了自己，为了众生能够去拜一切佛。又复语意毛端宗舍住尽舍诸法皆明见，世间众生无有量啊，菩萨悉能分别之，诸佛无量等众生，大心供养显灵尽。说世间，这个世间啊，完全指有情世间说的啊。嗯，正觉世间是诸佛了。嗯，这是指有情说的，气世间呢当没说了。嗯，存在这有情世间，就是这个有情世间众生。没有数量，不以数量，像度量衡量的量，量一量，量量大小，量一量数字多少，无有量不可以量的了。但是菩萨的智慧力量，他能个个都能了知，就有分别知，分别知是差别智慧，就是妙观察字。嗯，是吧？诸佛的无量跟众生一样的，要发大菩提心，一佛不落，悉皆供养，有大心才能达得到。一个大心指的什么心呢？要尽虚空遍法界。这个时候，实回向的菩萨已经入了法界了，入了法界了。所以他这个心量啊，有尽虚空遍法界。供养的时候，种种名香，还有最美好的妙华，还有众宝衣裳及翻盖，不思法界悉充满，发心普供十方佛，把这些的一切物质供养诸佛。一毛孔中悉明见，不思议无数无量佛，一切毛孔皆如是，普利一切世间等。一个毛孔里头见无量佛，那无量的毛孔呢，我们连自己的身上，光说自己啊，不说他人，自己的毛孔都搞不清楚。你这些身上有好毛孔啊，好多汗毛啊，何况一切众生的毛孔，一一毛孔，在一一毛孔里头，一一毛孔中见无量佛，一切毛孔皆入是，那一切毛孔都能，一个毛孔见无量佛，一切毛孔都能，每一个毛孔见无量佛，不但寡见，还有礼拜。普利一切世间能，世间能就是佛。举身次第恭敬礼，如是无量无入是无边罪，住罪胜。你礼的时候，
咱们念普贤行啊，说义理遍十方，这个是次第，一佛一佛理，就是顿现啊，顿现，不是理完这尊佛再去理那尊佛，普理，但是好像是次第，这个次第是没有次第的。如是无量无边罪诸罪胜，这种理啊是无边罪殊胜理。这个他颠倒过来了，怎么颠倒呢？先供养，后礼拜，边礼拜还有边赞叹，以此言辞普称赞，穷尽未来一切劫，像供养尽未来劫。赞叹敬未来劫，恭敬礼拜敬未来劫，这个要把它合成普贤三大愿呢，礼敬赞叹供养，他说供养礼敬赞叹一样的了，次序都可以。因如来所供养具，其数无量等众生，打一个佛前供养的物质，说灯啊香啊都有供养具啊，床幡宝盖啊，那无量无量世界，无量众生，无量佛刹，都入室供养，说其数无量。其实无量呢，说诸佛无量，供养具也无量，我赞叹的言辞也无量，而是不是供养一天两天，一次两次，尽未来一切劫。在一个佛所供养具，就等于无量众生。那供养一佛一如来，那其他一切如来呢？平等平等，都是一样如是供养。供养赞叹诸如来，尽彼世间一切劫。那个世界的劫怎么算？就尽那个世界的劫。这个世界劫怎么算？就认这个世界的劫。阿弥陀佛世界、西方极乐世界的一天一日，他的一天一日，等我们无数劫。那么就以那个世界的佛来计算，这是随缘，各个世界不一样的，这时间没有一定的标准，一定标准，那就是依着这个世间的时间来算，世间结束可终尽，就假设呀，世间的时间呢没有终尽的。哪有宗教呢？宗教可以改了，大清国说200多年不到300年，那改了中华民国了，名词是假难立的，时间也是假定的，都是假设的，假设的。这世间结束，咱们的时间跟西方的世间它计算法就不一样了，计算不一样了。佛在世的时候，印度的时间，印度不大啥在数量考据，都受佛教的影响，佛都讲一时，没有时间，也没有空间，叫时空不定。现在世界上，就是咱们现在当前呢，很多怪事儿，咱们说它怪事儿吧，就是有时间有地点，时间都错开了，都错开了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时间结束，假使可终尽的话，那菩萨的供养的时候没有休息的时间，没有尽的。就是咱们现在的时间。现在这个时候，有的他感觉是一天一夜，
有的已经赶脚到56年了，他是一天一夜，这边已经56年了。就像这个报纸上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本来1943年，那么一架美国兵舰被日本潜水艇打沉了，那这个兵舰上7个水兵没有死，他就呼救，那菲律宾巡洋海难舰艇就把他救上来了，说你们是哪个兵舰的，这地方没有打仗啊，然后兵舰就沉了呢。他说真没打仗啊，打的就不是很厉害吗？他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，但是在这个菲律宾救着他们上来的时候，先喊叫这七个，就这七个水兵上来的时候是1999年，1999年，现在过去7年了，他赶脚是一夜，只是一夜。但是呢，在这个时间计算上呢，他是1943年到1999年，中间是56年了。这是现在事实啊，是现在的事儿啊。嗯，那你说这个时间呢？说结束没有一定的了，都是依着当时情况而定的了。说菩萨供养的时候没有间断，没有休息。如果是你入世观想，你供养佛，你这像这得观想你的念力的话，你不作为是相，你作为是真佛，真佛。嗯，那供养心永远这样供养下去，行普贤行，不计时间，也不计的地点，也不计他经过，这样子呢，无量劫是一念，一念是无量劫。在我们中国和尚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洞中方其日，寺上几千年，这类故事很多的。嗯，窥基大师他前世是迦舍佛时代的比丘，他在入定当中，就在那个现在说要是新疆到阿富汗的路上嘛，玄奘大师去取经，发现那个土山崩了，出来这么一个大缸，缸里头坐着一个出家人。嗯，那么玄奘法师知道，就拿眼镜引他出定，他出定他就问，那释迦牟尼佛现在降生没有，住世没有？可以大那个玄奘法师跟他说，说释迦牟尼佛已经入灭1000多年了，快2000年了。嗯，哎，他说我又错过了，那我等弥勒佛吧。他又想入定，我们玄奘法师劝他，你不要再入定了，你再入定，你这个定啊不是自在定，不能自在，不能自在。弥勒佛降生的时候，你又过去了，你又得定走。劝他弘法利生，说他在叫到长南转世，有第二世的窥基大师前生，说窥基大师的故事了，说这个时间没有定的，佛说时无定体，时间没有个标准，依法上立。依法上呢，就依着你的心，你心定的是什么时间，就是个什么时间。嗯，你咱们现在，咱们这个时间，嗯，2点多钟不到3点，咱们是白天，美国西半球就是夜间，
早现在两三点钟，你到以哪一个为标准呢？以后凡是你读佛经的时间，说节也好，节日节长的叫节波，节短就叫刹那，刹那即是节波，这两个不要去记，实无定体啊，以法生力，就是这个余而所结，在这个十分当中修住行，修你一切行菩萨道，恭敬供养一如来，尽一切皆无间中，供养一个佛，经过极长的时间，不生疲厌，不生满足想，供养释迦牟尼佛，又对佛像，从来不生怨倦想。我天天如是供，初一十五要上供，天天还要上供。你应该时时念念要供养，没有时间限。如果你二十四小时长时这样十念佛，没有厌足的时候，你已经决定能成道了，你的心跟佛合了，灾难就消失了。如无量劫供一佛，供一切佛皆入世，供一佛出世，供一切佛都入世，一佛即多佛，多佛就是一佛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！一部分别是结束，与所供养生疲厌，从来供佛不生疲厌心。不论自己害病的时候，自己最困难、最难过的时候，这个时候越要真诚的供养，那你快难、困难很快消失的。那快乐的时候，最快乐的时候，最高兴的时候，也要入室供养佛，从来不间断，也不分别是结束，不计较时间，也不分别供养的物质多少，也从来不生疲倦厌倦心，法界广大无边，菩萨观察供养诸佛，悉明了也入世，以大莲花遍布宗，十等众生无量佛，一花百亿果，一果一十家，就是大莲花，把这个世界形容就是一朵大莲花，它是遍布一切空间，你不是众生供养无量诸佛，十等众生的无量佛，众生有好多，佛有好多，等众生界的诸佛，宝华香塞皆圆满，供养的工具啊，供养的物质啊，都是清净庄严微妙的，在世间上一切世间无可遇，我想显示出来它的微妙，它的美满显示不出来，说不可遇。此也供养人众尊，拿这个世间最美好的供养一切佛，众生数等无量刹，说众生有好多呢，说等于无量佛刹，无量佛刹有好多，众生有好多，众妙宝盖满其中，说专属的盖啊，双翻宝盖的盖，谢也供养一如来，供养一切入佛皆入世，供养一佛入世，供养一切佛也入世，对于此尊佛入世供养，对一切佛都是入世供养，图像无比最殊胜，一切世间未曾有，是香料，涂香，涂抹身上的，涂抹脚上的，涂抹脸上的，反正涂香，这是无比的最殊胜的，在世间上是没有的，
以此供养天人师，以这个最殊妙的供养佛，穷尽众生十五等劫，众生有好多，那劫时间就有好多，是形容词。莫向烧香上庙花，众宝衣服庄严具，如是供养最殊胜，欢喜奉事无厌诸，等众生数照四灯，念念成就大菩提，以无边际称颂供养人中调御者。如众生数佛四尊，皆修无上妙供养，众生无数无量劫，如是赞叹无穷尽。如是供养诸佛时，以佛身力接周遍，悉见佛方无量佛，难住普贤众宏愿。这供养句都是一样的啊，知道这个含义就行了的。这个完全是在一念中普入三世，供养去诸佛，在一切诸佛的道场，到一切诸佛的世界。因为供养者的智慧清净，为什么咱们供养不到啊？咱们想供养也供养不到，因为你没这个智慧，你还不清净，你到不了十方刹，你也见不到无量佛。就是说我们见相，见佛相，好多个万佛殿，我们很多道友，你见过好多个万佛殿呢？无论你在香港，在印度，印度现在很少了，在缅甸，在日本，在美国都有，加拿大都有，万佛殿供养，那个殿里头供养一万尊佛，所以大家是看到的，像一个灯，千佛灯，一个灯上千佛，佛像不大，这么大的也有，也有大的，大一点的。为什么万佛城玄化法师那儿他供养他那个殿里头供养万佛，佛身法身不大，就这么大，但是一万尊，一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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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是这个你把它观想力把它观想大了呢，法身没大小，也没多少，一即一切的，这都难住在普贤横宗。你普贤观想力，这是你心力，你心量有好大，供养佛的量啊就好大，供养具的量也就有好大。这一下说到法上了，说都十回向啊，回向的最深处，过去未来及现在，就是三世所有一切诸善根，令我常修普贤行，速得难住普贤地。就是自己回向的时候，把我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有的善根啊，做什么呢？回向给什么呢？回向让我常修普贤行，普贤行就是十大愿望，十大愿望你分给三个，一个是供养成债，先是供养诸佛呀，就是礼敬啊，供养时候包括礼敬诸佛、成战如来，完了第三个供养一些诸佛，这三个合为一，是一主。忏悔业障，随喜人家的功德，把人家的功德都账成自己功德。你心里常识就是惯，这你的所行的就是常修普贤行。第四个忏悔业障。第五个随喜别人功德，不论大小，不论他在家出家，不论诸佛与菩萨一切众生，所有他们一点点的善事都把他纳入普贤行愿，你把他观想普贤行，
这又是一种一个忏悔，随喜忏悔这一种。完了，请佛转法轮，请佛注释，常随佛学，让劝请诸佛常说法，常是转法轮，请佛常住世间，永远不入灭。在普贤行者，佛是不入灭的。这是回向，这是一种了，而最后的十大愿望。但是你要常随佛学，佛都入世，行普贤行，佛佛都在行普贤行。最后普贤十大愿望的回向，也就是咱们《华严经》讲的十回向。十回向，入世常识，入世做，每天脑子进入世想，你就在普贤行中，这叫难住普贤地。因为你思想难住普贤地了，这为一切诸佛所见到的，诸佛是见到你的，你还没有见到诸佛，诸佛知道你在行普贤行，见到你在行普贤行。世间无量众生上悉愿具足入普贤，同时还发愿，不管自己入世，愿世间所有的众生都应当以普贤十大愿望具足，像普贤菩萨一样，唯其聪慧就是他的智慧啊，所成障，所成障。此日十方诸大士共所修自回向行啊，金刚藏菩萨最后说，说这是啊，十方一切菩萨，大菩萨、大心的菩萨，共同修行回向愿恒，恒即是愿，愿即是行，你入是行，就是愿。愿，愿即是行，如何修行呢？就是发愿就是修行了。修行之中发愿，发愿就是修行。诸佛如来为我说，此回向恒最无上，一切诸佛都是说，这个回向啊是最无上的，没有超过这回向的。这一下都是赞叹词啊，全部赞叹回向。十方世界无有余，其中一切诸众生，莫不显令得开觉，其实常入普贤行，就是回向啊，就是你行这个愿，你入是回向。怎么回向呢？说十方世界一个众生都不落，所有一切诸众生，我令他们都开悟、开觉，都成佛，开了、开示、觉悟。怎么样能达到成佛呢？常入普贤行，悉使他们跟普贤菩萨一样，常时入世观想。这个完全是心力呀，不是你磕头礼拜，礼拜好多，口里念好多圣号，不是的，全是心里的观想力，就是心的力量。什么观想呢？回向啊，临界众生都开觉了，让他们所做的事儿，不论大小，都在行普贤恒愿呢。以下就举了，入去回向行布施，以复坚持与境界，这是布施持戒精进，精进常识无对缺，忍辱柔和心不动，禅定持心常意愿，智慧了解同三昧，是布施持戒忍辱禅定智慧，这是六度。去来现在皆通达，世间无有得其边，菩萨身心及语业，如是所作皆清净，
一切修行无有余，须于普贤菩萨等，是吧？普贤菩萨怎么做的，我怎么做，我入世行六道，入世指挥我的身口意业与观想力都入了三昧，凡所做的都是清净的。这个修行啊，包括了一切了，没还有遗漏的。为什么？须于普贤菩萨等。华严经从此至终都是普贤横愿文殊大智，以文殊大智行普贤横愿，以普贤横愿成就文殊大智，是自行两个成就了毗卢遮那。毗卢法界无分别，细论眼着皆融尽，没有细论，没有分别，寂静的，寂静的是什么呢？涅槃，不生不灭，没有障碍，心常如是离住去，没有一些众生界、烦恼界都没有。离住取呢，就是六道乃至十道。智者所有回向法，诸佛如来已开示。所有一切的回向法门，诸佛都如是说，已经开示了。种种善根悉回向，把我们所有的善根呢，都是回向，是够能成菩萨道。这样的菩萨道就完成了。就成就佛果了。佛子善学此回向，无量恒愿皆成满。这是金刚闯菩萨说，说诸佛子啊，你一定要把这十回向学好。无量的恒修行的法门，无量的行修行的作用，无量的愿都能满你的愿。恒没圆满，究竟成佛，舍取法界尽无余，是故能成善系力，这样决定能成佛，成就佛的力量。善系是佛的十号之一呀。要欲成就佛所说菩萨广大殊胜行，依善助此，依应善助此回向。是入佛子号普贤，人人都成普贤。说你把诸佛所说的教授我们的法所说的，你都能以你的行为，这个行为是广大是殊胜的。假使一切的众生都能善助这个十回向法，那这个行法的者就是普贤。是入佛子炮号普贤，就赞金刚闯菩萨，就赞叹你要修十回向。简单说就是这样的。一切众生犹可数啊，众生界不尽的，怎么数得过来呢？假设说你能把它数得过来，这一切众生的心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他的心量。你也知道，你也知道。如是普贤诸佛子，功德边际无能测呀。你能知道众生数，能到一切次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众生的心。又是普贤诸佛子，拿这个来比呀。你要想知道你十回向的功德呀，无能测，测不尽的。说行十回向的行者，像普贤一样的，行十回向的诸佛子，他像普贤一样的，什么样呢？功德无能测，一毛度空何得变？拿一个毛，汗毛量虚空，能把虚空连到边界。众刹就是一切佛刹，
把它抹为微尘，一微尘做一个数，你也能够知道可能数。而是大贤诸佛子所住恒愿无能尽，拿一个没办法的一毛度空啊，怎么能度得空啊？纵差微尘，把它数出数过数清净，怎么能学得完了？假使你能数完，也把这个普贤恒愿实回向，这种恒愿呢无能量，没有这是没有比量的，这是限量境界，限量境界是不可比的了。这形容着说我们修十回向啊，遇事就回向，是普贤恒愿最大的恒愿。说我没做事啊，我没做这事咋回向？别人做的也可以呀、啊，别人做的也可以，你把别人的做的很，你拿来回向一样的。别人做谁做的？诸佛菩萨，你把诸佛的功德拿来回向，回向给众生一样的，就等于你做的，这也叫普贤恒啊。这个恒愿是没有量的，这个注释大贤诸佛子，大贤就指着佛说的，如是佛子在印度成佛成为大贤。但是你所住这个回向恒愿不能量，不能量。这以下说法界无量，说回向也无量，说等法界无量回向。李通轩长者他入入寄送来承赞着无量的意思，入法界无宗边呢，法界还有什么宗啊，有个边啊，没有。回向心已无宗边，说你这个回向的心，什么是回向心的宗心呢？什么是回向心的边缘呢？没有啊。法界是谁做的呀？法界性谁做的？无作者。回向心也入世啊，你这个回向心也无作者，法界没有去来，没有过去，没有现在，未来也没有远，没有近。回向心呢也没有去来，也没有远近。法界入虚空，回向的智慧，能行回向者的智者，他的心也入虚空。法界不思议，回向自不思议；法界无所依，回向自也无所依。法界一切诸佛之所共住是什么呢？是回向自。回向自就是一切诸佛所共住。法界非三世，法界不是过去，不是现在，也不是未来，也不是生灭，也不是时分。回向自呢，回向这个智慧不是过去现在未来，也不是数字，这叫法界圆满。所有过去现在未来你成道的事业，成佛的事业，就是回向自圆满故，一切事业皆圆满。回向这个智慧是自在的，没有障碍的，以回向令自己令他人皆入法界，法界无奈自在，以是名之为法界无量回向，这就叫法界无量回向。我们没有学到十回向品的时候啊，恐怕我们作为道友从来没想过呀，
不说做了，你连想都没想过。我们做一点点的小事儿，帮助别人一点的小事儿。我跟我们那小班的道友刚在这念的啊，要发心出家的先劳动，我就告诉他回向，我说你别白干呢，你把你一天所做的你要回向啊。他咋回向啊？我说庄严佛净土啊，这个你该懂吧。你说我这干什么呢？庄严佛净土啊，搬一砖一瓦，拿土都铲一铲厨子，你也回向啊，把它回向的很大，人尽虚空遍法界，你心量有好大，你功德有好大。等你到你成佛那天，你才知道，现在你还不能理解。那这个十回向，这一段经文的大意是什么呢？令一切众生，凡是发菩提心者，发菩提心觉悟有情，凡是愿一切众生成佛，愿自己成佛，自在圆满广大功德无量无边。这不属于数字的，不是这个功德那功德，跟小乘教义完全不一样的呢。它是没限量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我说这个回向法无限量法门，来自慈悲喜舍，我们平常讲啊，四无量心，大慈大悲，你把它回向等众生界，等法界，这个回向功德就大了。假使要不这样回向，说你要求菩提，得到住二乘声闻缘觉，得寂灭，不轮转生死了，是一种。或者我要生净土，生极乐世界，这等于是《法华经》说。门外三车，门外三车啊，羊车、鹿车、牛车，形容着形容三车。但是啊，在鹿天地另有一辆车，就是大白牛车。你乘这个三车呢，是乘被大白牛车呢，不当其分。含义就说是你十回向不属于这个，十回向持十回向，另一些三乘，除了建立个除自心，令他达到世间的生死性，生和死他的体是什么，这叫自性的法界。以这个自性法界起的大悲心，大悲心，这个大悲心把所做一些的事儿，这令一切众生，众生的性都能纳入法界的智慧。这个回向啊，就是令一切众生都能进入法界的智慧。这个菩萨行回向愿的菩萨，他就是住于平等大悲，真正的大悲心。这叫《华严经》讲入普光明圆明，普光明的圆明们，也不令他住丑男，也不令他住化成，也不住世间的楼房。所以维摩诘就是在《维摩诘经》上说了，说一切的法门进入此沙门，令三乘回向之少分。三乘人回向的一少份都能进入法华的露天地那个大白牛城，那才进入真正的佛的佛的宝所。当此华严经的十回向法门，而前头实信实住实行
说大悲大智法身万行都在十回向里头呢。说假使心悲心不普遍，心量不广大，那不成为入法界相。不知道法界无相，把你这个回向回向心成法界无奈无限量的自在相，无障碍无限量的自在相，这样的以无限的回向发愿，发什么愿呢？普为法界一切众生都自住真如，咱叫等法界回向进入真如门。不是求一个生哪一个净土，要是不依这个法境无奈垢净平等无限的问题大悲，就不名为发大悲心，不能成就佛果。入世十回向，乃至于到后头十一地，记到华经讲十一地啊，一般经论都讲十地，华经讲十一地，十一地，这个法门，这个法门是不思议的。另外不另外配佛果德，就以此法门回向十会向的菩萨呀，所有在十会向的菩萨都聪明金刚，这是金刚床，金刚床下头下文十地菩萨也称金刚，叫金刚藏，不是床了，金刚藏达到佛的妙用，达到佛的妙用。那所行的法呢，从这个十金刚床进入十金刚藏，藏呢是蕴集业含藏业，含藏着无量性功德，不是一般的功德。那么十回向品呢就讲完了。